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赞记。王禅老祖开济天龙，万圣之主护我七少帝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地难分明，可惜天地难分明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各位维新圣教，物续千秋啊！恭祝阿弥陀佛佛诞，法会坛上，中华民族15615姓氏，列祖列宗诸祖灵啊！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。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，汪蜀军民认领，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，以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。世界816次大小战争，汪蜀军民认领。当下，维新圣教法会坛上各府所恭受，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。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诸灵，各位家中无缘住宿英灵诸灵。家中地基主、工厂地基主朱灵，以及身上衣物灵朱灵，各地山河西涧，所有各地路途路尾，陆海空各地罹难汪蜀军民朱彦灵众等，烟灰燃动朱灵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呢是我们法会已经第六天了。王禅老祖的天威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一个道的真实意，道的真髓，也是道的真禅奥义。所以王禅老祖的道是包容的满3000大千世界一切圣、一切贤、一切神、一切佛、一切道，山河西涧、三界万灵的总根源之道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，我们才称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。尤其在台湾这几十年来，对于宗教上对于神佛圣贤古德圣人的尊敬呢，一般人对于
宗教的信仰、神的信仰呢，我们都有分别心，都分了啊，我的神比较大，你的神就比较小，我的神才对，谁的神都不对。结果这种想法的人都很狭隘，都没有开悟，也没有见性。任何一个人，他的本尊、他的根源、追根溯源、他的根源、灵性，都是道，也都是神，也都是佛，也是圣。所以我们把总称为王，为王，为禅。所以王禅老祖啊，教我们，开示我们唯心弟子文，对于任何一尊神啊，他的圣法，我们要研究，要了解他的圣法。比如我们平常最尊敬的，家家户户有土有观音，家家户户有土地公，啊，土地公他究竟他是怎么样的神？啊，依据呢，我们这本啊，这个经宝都开示呢，《胡陀正神真经》啊，《胡陀正神真经》呢，它是轩辕皇帝已经五千年了，啊，他的门下啊，他的大臣。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的孩子，是掌握啊这个一龙，掌握农业的，掌握财库，掌握啊金银琉璃，有如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他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，可是我们现在宗教界上我们在修行了，啊，将土地公看的是一个叫做土地公鬼，非常没有道理、没有智慧的共高我慢的愚痴众生，所以笑一笑。那些回想在。我还在台中静修院，民国75年的时候，还没搬到仙佛寺来。台中有某一位，大师，啊，某一位，佛教界的，住持大师。啊，他呢，因为有病，他的弟子把他再来我静修院。他来问我一些事情，跟我聊天的啦。他说，希望我去到他的办公室，到他的道场去看一看，啊，他的道场的风水，啊，怎么奇怪，啊，所有寺庙里面的修行注重都不平安。啊，那我就第二天我就去，帮他看这家庙。
啊，地理啊，就是模式啊，坐北向南啊啊，前面是一个弥勒殿，白虎昂头，白虎昂头要现爪，那插往眼睛来，啊，和心脏来。啊，外面有一个一些土地公庙，面向这边来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佛事，他就认为说他是佛比较大，啊，认为这个土地公是小神，啊，认为这是土地公鬼，就不理他。有一天，他晚上睡觉都睡不着，一直咳嗽，咳嗽了将近两三年，一直咳嗽，检查又没有病，就是咳，不让他睡觉。啊，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在床头看到一个老头子，啊，就像这土地公，胡德正神。呼吸长长的，啊，这一个在他的喉咙这边瘙痒，啊，一直咳嗽，一直咳嗽，让他起来坐了就没有事，一睡觉就瘙痒，哦，所以他就很懊恼，啊，到底是哪一位是谁？啊，所以啊，他经过了。两年多的折磨，啊，有一天突然间他想到说，前面那一家土地公公，啊，土地庙，啊，这有问题啊，他没有去跟他拜拜，啊，就是供高嘛，啊，这一位老和尚呢，他就。到那边，小庙土地公，啊，跟他烧香，跟他说土地公，请你不要，折磨我，啊，让我睡觉，好，我会来送一部《金刚经》来回向你，啊，每天早上我做早课都会请你进来听，听经。那天晚上开始他就不咳嗽。连续两三天都不咳嗽，哦，他就好高兴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还是土地公公，哎，他的这威神比较大。”那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就应邀到洛杉矶来弘法，啊，他就没有跟这个土地公公跟他说，没有上香。啊，他就到洛杉矶就开始给他咳，坐上飞机就咳，一直开始咳，一直咳，咳到洛杉矶，晚上也没有办法睡觉。哦，他一定是土地公，他出门没有告诉他，啊，以为，他走了，不要，替土地公买飞机票，他也去不成啊，照常叫熊啊。啊，所以打电话回来告诉他的徒弟们，说你，赶快去向土地公，烧香、水果，跟他拜拜，跟他说，哦，老和尚，到美国去了，去弘法，啊，请你不要，折磨他，啊，他回来会再诵经，啊，来回向给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先送《金刚经》来回向给你，那天晚上就好了。哦，所以这老和尚呢，就赶快就回来，没有几天回来，再诵经向土地公忏悔说：“抱歉，我们有供高的心。”啊，从此以后，啊，他呢就按部就班的。不敢供高，所以一般的修行者很容易供高，认为自己是最大，
认为自己是想多还行，认为土地公他是小神，胡说八道。你供告的人才是小神，比小神还小。反正既然是神，他就是他有他的天威啊。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啊，我们所尊敬的土地公公，我们绝对不能供高。我们对任何神，我们要礼敬。你不要迷，但是要去了解土地公公他的功德天，到底他有多大的功德？你看土地公福德正神，啊，我们晚上在睡觉。因为他在跟我们守护着农田，啊，我们中午也在睡觉，他也在田里面为我们守护农田，啊，所以我们一位师兄，他的田，啊，每年呢都失收，啊，很懊恼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啊，要我去帮他看。在院里，我去看了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一个小最好的办法，你这里有一块地，啊，小小地的，你可以盖小土地公庙，啊，跟土地公讲说，若是今年，我让我能丰收，啊，我要为你盖一个小土地公庙来拜拜，啊，所以那一年开始的他就丰收。”不然都是长那个生，啊，那个是虫虫。哦，所以他才盖一个小庙，在旁边给。附近的人也能到那边去祈福去拜拜，这即是福德正神啊，他的天威啊。我们做工厂的，你一定要拜土地公。我们好多人拜土地公，他事业发达的不得了，很顺利，员工很顺利。但是当你接近某一个教派的时候，哦，教派的人呢就告诉他说，你拜的土地公太小了，啊，我们有大神，比较会保佑，比较赚钱，啊，就把比较大的神呢请过来，把土地公请到旁边去，去冰秀魂啊，事业开始败下去，嘿嘿，活该。我去看了，你怎么把土地公请走了？人家说火比较大，胡说八道。什么火比较大？啊，土地公是保佑你平安的最大啦。佛是叫你怎么样做人处事，怎么样的做人来礼敬所有十方圣神天人法界众生，你要去一律平等的去关照。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拜佛学、修佛学佛。啊，所以土地公，你赶快再把他安回来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呢，他就开始，要把他移回来，又去请教他的师父。啊，这位法师，我哎呀，那个的土地公太执着了。啊，那个他是土地公鬼，就不要。而且不要再拜了，啊，所以又回来告诉我说，啊，他不拜了，哎呀，土地公鬼太执着。我说好了，那就不要拜好了。你事业败的时候，你跑路了，你帮人倒债倒了一大堆的时候，你才是执着呢。所以你的师父没有智慧，你就跟着没有智慧啊。哦，你们都是迷信，迷了太迷了啦！哈、哦，然后说好，你们请回来再拜。哎、他说菩萨会不会生气？
我若是菩萨会生气，他就不是菩萨了啦。所以我们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就把土地公再请回来拜啊，到土地公庙啊，那里要请回来，刚好啊没有被请走，才事业才稳下来哦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真实意我们要懂，我才告诉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，我们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，对于大神小神我们一律尊敬，我们要了解神的精神啊，福德正神啊，土地公啊，他呢啊，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，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农业啊，还有畜牧业啊，若是我们的畜牧业你没有弄好啊，没有拜神，你没有这个心，你绝对不平安，看太多了，太多了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出生开示我们，你拜神是要用智慧去拜啊，去礼敬啊。土地公他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啊，土地公他呢就是不管王侯将相宦夫走卒，一概给予平等的关照啊。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们，你们事业要顺利，你一定要拜土地公。拜土地公就是要谦卑，要谦虚。你不谦卑不谦虚，你要做事业会成功哦，交变了啦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哎，我们一位老信徒啊，他呢啊拜土地公拜了四十几年，他的事业非常的发达。有一天他儿子啊就去也是到处去拜拜啊，去入什么教什么会啊，来看土地公啊，他们的那个师傅呢来看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土地公这样不行，你这样事业赚钱赚比较慢啊，就开始要他换。要换的时候啊，他说好，决定要换他所拜的这一家新的神啊，就要准备要把他请掉。被掐掉了哈，掐一批啊！原来一拜的那个师傅呢，车子里面有一尊，用这个亮晶晶的土地公，说那有开工会赚很多钱啊，安给金门金土地公啊，普通是用石头刻来的土地公，啊要把它掐被他掐死呢。哦，那就跌下去拍了土地公神座的下面呢，拍了些平下来路就那个墙壁啊，多角路这个呢平康就裂去啊，回来的老好那个看到土地公啊，那说我们赶快看呢，我们呢啊，有人在笑他说，你这个没有智慧贪心鬼，你爸爸妈妈已经拜我这么久了，保佑你们那么赚钱了，你现在又把我赶走啊，好啦，那我就走好了啊。所以他不敢啊，这个老信徒后来告诉我说，老师啊这一个我做土地公呢好，确实很灵啊，后来我都不敢动他，现在也是照常拜，啊，事业平平顺顺就好，
平安就是发财嘛，所以土地公公啊，福德正神呢，啊，他是我们农业、工业、商业啊平安的大神，我们一概一定要尊敬，要礼敬啊。那我们你一定会心安，会自在啊。那么这一节到这里，祝福各位。